这是一款磁悬浮的花盆，是由瑞典的设计团队制造，带有非常浓厚的科技元素。它通过磁悬浮技术使花盆在木盆底座上悬浮，只要轻轻一转，它就可以在悬空的状态下不停地旋转，而空气阻力是它唯一的损耗，所以只要给它一个很小的力，它就会自己旋转很长时间。其设计目的是为了让植物能够360度无死角地接受光照，而不是向阳光充足的方向生长，这样可以使植物长得更高、更壮、更健康。并且花盆独特的五边形设计使它在旋转的时候会呈现不同的光泽，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官。而它的底座都是由高品质的橡木制成，非常适合居家或者办公摆放。